直到走上盲选舞台那一刻之前，是我说啊，到底是哈林老师还是谢霆锋老师？那、哦、他也不知道，就这两个人选，对对对、哦，就直到那一刻，然后他说选，然后后来，突然知道说会有那个四个屏幕在我面前，哇，那我就说，那我就选谢霆锋，随便点了一个，就随便点了一个，因为不是对，有点上台了，是因为说我很害怕看见老师的表情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就选一个离我视线远一点。对，然后，当然，什么理由？当然还是就是在哈林老师和霆锋老师中做出的这个选择。霆锋，因为我很害怕说老师皱一下眉头，或者会影响你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很难唱，然后我就怕皱一下眉头，然后我就想太多，哎呦，没唱对了怎么办？知道了事实的真相，你感觉如何？可以安息了，可以安息了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最少这是真的讲，最少我知道了，对啊，死也瞑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。